那你知道，其实我们都交往过一些人，我觉得一开始就看，如果特好笑，他一直笑，会觉得这个人很闷，肯定没有幽默感，别重要。所以当时我去看 Shrek 3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不是，不是他把他甩了，我觉得他没有幽默感了，真的很好笑，很快。哎。好像看到了一个餐桌有一堆大面包啊，是的啊、我们这样的，我们先麻烦第一对你们两个吧，第二对、你们两个坐在那儿，来小气了嘛，来，尽量够。两位好，咱们的海鲜再不卖就坏了，尽量给它推销出去、那两位今天要吃点什么呢？那我们今天餐厅里面呢，其实有主推一个鱼翅套餐，真的、对，然后配上海参，对女生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很喜欢胶原蛋白，对，超级漂亮的女生，啊，真的。对，还有龙虾，对你、也非常有帮助。还要不要来一瓶红酒？所以我们的红酒非常出名，是空运刚才飞去法国拿回来的。那红酒刚飞过来，我觉得鱼翅就不用了。其实我刚刚呢，早上那顿饭吃的也很饱、那我们就随便点一点什么东西吃吧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你既然他都这么说，其实我一直想点鱼翅来着。那个，其实这家餐厅我之前没有来过，你来过吧？对，那你来就好了。好吧，我随便了，你点。巨无霸套餐，然后加大爱尔兰烤翅一份，然后加那个土豆泥，啊，我们两个一人一份土豆泥，是听说是从爱尔兰过来的啊。对，蔬菜对皮肤好，真的。哎，再来点那个豆瓣花。你点太多了吧？是你一人要吃的吗？好了，随便，一看没钱。他不要巨无霸吗？先不给那个巨无霸。所以这是假的，对吗？小姐，这是您点的巨无霸。这葡萄怎么这样啊？我态度怎么这么差啊？不好意思，对啊，太重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小姐只能送巨无霸，我就是送鱼翅的。如果你点鱼翅，我们就会轻轻的放。啊，真的？对。下面我们就要看你的吃相了。如果真的在约会当中给女士点了个巨无霸，我们要看看这位女士怎么把它吃下去。我怎么能给你点个巨无霸？那有刀吗？没有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干脆把它分成好几层吃吧。真的？对，你看。那男生帮忙吗？可以啊，我吃的很饱，剩下的给你好了。好好好好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好贫苦啊，在这里。我做点尴尬的事，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容易出现的尴尬。对他喷了一个，喷了一个小圈儿，喷到一个，喷出来怎么办？真的，如果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种事，如果思雨他不小心喷到你身上，可是他没有发现，就在你这边有一大坨，一大坨那个。你要怎么办？还要湿着，来点湿的。哇，进去！对，不小心喷到了你的胳膊上。那你要怎么把它弄掉？对，第一次约会，第一次约会啊！啊，然后你会怎样？我为了不让他尴尬，对不对？对哎，我们刚刚那边汤好像还没来，你去退一下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服务员。你真是很给力，真的。对，我觉得是你这样。那如果啊？那你嘞？我嘞，我说 你会刷我吗？其实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咽下去再说话。但是啊，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如果我是第一次约会的话，我会有一套自己我一定会点或一定不会点的东西。